国魂里社区音乐会十一号晚间在一信总社前举行，这一次特别邀请到中正国小、国风国中，还有花莲高中的国乐团，带来一连串精彩的国乐演奏。里长赵瑞平还颁发奖学金，鼓励学生认真读书之外呢，也要勤练才艺，让青春岁月不要留白。国魂里社区音乐会每年十一月份登场的是校园国乐团的联合表演。里长赵瑞平表示，二十多年来不曾间断，除了要营造社区的音乐文化，也要让国乐社团的孩子们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在民国八十三年我当选了国魂里里长之后呢，每年都筹办两次的音乐会。那十一月份的这场音乐会是针对我们的国魂里的学子哈，申请奖学金，在公开的场合给他们表扬之外呢，也办音乐会。然后另外一场就是元宵节的音乐会。那十一月份这一场音乐会主要是让我们的学校的国乐或者丝竹乐团能够参与，在他们在十二月份参加县内的音乐比赛之前，有一个热身的场地让他们熟悉，那也让家长能够看到他们子弟学习音乐的成果。那已经连续办了29年没有间断过，那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得到更多的乡亲来支持来参与。常年来提供场地举办社区音乐会的花莲一信也非常肯定孩子们的表现。非常感谢我们国魂里的里长赵里长跟我们花莲一信连续办了连续十几年，那也就是说30多场。然后国魂里里长非常用心，在他的里长任内大概连续29年举办了这场音乐会。然后自从我们花莲一信总算搬来这边以后，然后我们跟他配合，然后利用我们公司的场地跟他配合这办理的音乐会。11月11号晚间，分别是由中正国小、国风国中和花莲高中的国乐团带来一连串精彩的乐曲演奏。莲花狮子会的师姐们也在现场为民众做血糖检测，呼吁大家要重视身体健康。而花莲地检署也进行反贿选宣导，希望明年大选是一场公正公平的干净选举。记者会欢迎报道。